Family weekend, it's about family. It's one, a reason for us to come together as a family and just celebrate being a family. I like to think that there's really two main purposes. So one is a chance for parents to get to see what their students' life is actually like at DKU and to see all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going on campus. We have student research, we've got student groups performing, we have our athletics matches today. The second purpose is for the university to share with the parents all the ways that we try to support their students so that the parents can also partner with us in knowing how we approach learning and advising and all of the ways that we want our students to develop. 首先感谢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给我们这些学生家长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去走进学校进行比较深入的这种了解。孩子邀请我们和他的爷爷奶奶一起到校园来参观，我们看完以后呢，一致觉得昆渡校园的建筑是有灵感的，这里非常安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可以是比较震撼的感觉，因为一期校园我们来看呢，就是说现在麻区随小，但五脏俱全。现在这个麻区呢变大了，变成大鹏鸟了，有种大鹏鸟展翅的感觉。有非常设备先进的这个图书馆，装备很全的这个体育场馆，以及非常好的这个宿舍，各个设施真的是让人很羡慕，我都想进来上大学的感觉。各个部门老师介绍了他们各个部门的职能，你能很真切的体会到昆渡为孩子们想的很多，很周到，就像他当时招收孩子的时候一样的承诺，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一个平台，打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生活的一个社区。 学生家长学校是一家，所以这个感觉特别亲切。跟国内其他的常规性的高校相比呢，我们这个学校更加重视学生的一个综合能力素质的一个培养。说实话，高中毕业孩子要想他自己确定未来读什么专业，未来哪个职业的领域去发展。他还拿不定主意，我们也不想家长来给他包办这个事情，想孩子自己来进行探索。那这个时候，昆渡提供了很好的衔接，通识博雅的教育方式，孩子有更多的空间去找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另外一个呢，就是留学生比例很高，就是国际化氛围很好，而且呢，外籍教授也很多，更利于孩子的一个全面发展，拥有国际的一个视野。 以及最后能够给他更多的选择，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加油站。我当时我是比较反对他的，但是自从他来了之后，他所改变的这些情况，他学习到的这些专业知识，包括他接触到这些老师，让我把这个观念彻底扭转过来了。 孩子到这儿呢，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看到了孩子很多的变化。首先呢，孩子更开朗、更主动，而且呢，他也感受到了这个学校提供的非常好的这个学术的氛围。这里的学习氛围使他的眼界格局完全打开了，关注环境、哲学。 CS 数学接触到了很多方面，同时呢，也教会了他这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最近他告诉我，他已经向国际知名的期刊投稿了，是他的一篇小论文。我觉得他收获了胆气和寻求学术的方法。孩子变得更自信了，他的这个英文能力，还有孩子的这个思考的深度提高很大，对于他想学的东西更加的主动，跟这个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境、不同的去了解。 和探索，他这个地方，昆山杜克给了他很多这样的机会，他不后悔他这个选择，很庆幸就是孩子选择了昆渡。如果让我重新选择帮助孩子填报志愿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让他选择昆山杜克大学。